他这么疯狂的烧钱，因为他发现我烧到这上之后根本没有收益，就恒大不可能把这钱给他赚回来，但是这个广告效应够了。那你能说许家印在恒大身上就烧钱吗？没那么简单。即使单从经济层面来讲，王健林这样投入买毕加索作品也有他的道理。他的道理在哪？王健林这样投入买毕加索作品也有他的道理。他的道理在哪儿呢？首先一个呢，你比方说作为他个人投资，王健林现在是141亿美金，成了目前的中国富豪榜上排老大的首富。那么如果我们从投资学角度来讲，有那么句话，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你干这个生意，做那生意，投股票，投基金，那么我放到艺术品上，实践证明它也是一种稳妥的投资，未来也有很大的增值空间。那我如果投到股票基金上，有可能赔了，也有风险。那这种比较来看，投资既然就有风险，我放到艺术品上承担可能出现的风险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而且从这些年的市场来看，艺术品投资的收益还要高于股票和基金。艺术品作为特殊的投资工具，逐渐成为投资者追逐的对象。据统计，在不到20年的时间，世界巨匠版画的价格抬高了18倍，20世纪现代绘画价格提高了15倍，中国瓷器价格则增长了近14倍，而同期美英两国的股票价格只分别增长了4.5倍和2倍多一点儿。60 to 80 seconds when a lot is offered, and the auctioneer starts with good pace, the offering of the lot at a particular increment, and the increments grow, and you get towards the end game when the final bid is made and the hammer drops. It's become even more exciting. Nick, your bidder at $95 million.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艺术品市场，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尚处于发展初期。但中国画作的投资收益依然非常可观。以齐白石的画作《铁拐李》的拍卖价格为例，1995年是39万，2004年是101万，2011年3月的成交价格是782万，15年间翻了20倍。所以，王健林即使从保本的角度来讲，我均衡投资，我放到艺术品上，这也是无可厚非的。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看从王健林的投资来讲，他最近比方说把美国排第二的那个 AMC 影院给买过来了，同时呢他在艺术上的这种大手笔投资，比方说在青岛要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影视城，那么这是干嘛？其实和这次买这个油画两个小孩如出一辙，就是彰显万达集团要向艺术领域投资了。通过这样的标志性事件，500亿建影视城啊，并购美国的这个影院，再买这个天价的毕加索的作品，传递一个明显信号，我王健林要进军艺术领域。